嗨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DJ 恩。OK， 小朋友们呢，要拿出生活主题书第二本，蓝色的。OK， 生活主题书第二本。好，那我们呢要翻开第四页。OK， 这个下面有这个特别的册子，你看到它有不一样册子。好，那今天呢？我们要来复习读回这一个课文，因为接下来我们有学习单要做。好，那小朋友们伸出你的食指， OK， 手比成一，一边读手要一边指着。好，所以小朋友们记得要开嘴巴。来，现在我们来一起读特别的车子，特别的车子。挖掘机，消防车，救护车，邮政车，颜色不相同，功能也不同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再来重复读一次，小朋友们记得开嘴巴。特别的车子，挖掘机，消防车，救护车，邮政车，颜色不相同，功能也不同。好 ，OK， 那小朋友们，来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。好，请问黄色的这个交通工具是什么工具？对，黄色的交通工具是挖土的挖掘机，是黄色的。啊，黄色的呢是挖掘机。 OK， 那红色的呢？是的，红色的是消防车。好，消防车就是蹦巴车，对不对？救火的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到白色的，白色的这个是什么车呢？对，白色这个的是救护车，就是 ambulance， 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到绿色的，Okay， 绿色的这个是什么车？啊，绿色的这个是邮政车啊，小朋友们都知道，邮政车就是送信送包裹给你们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读完了这个课文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学习单。好，小朋友们，这个是你们的学习单。好，拿到纸张呢，要先写上你的名字。华语名字哦，不是 ABC 的。好，写上你的名字之后呢，写上日期。好，写上日期。 OK， 我们来看这个是什么的。好，我们要看的呢就是彩色国特别的车子。好，来，小朋友们呢都会有这一个卡片。 OK， 那这一个卡片呢，小朋友们要怎样呢？自己把它一张一张拔出来，可以把图片还有文字分开。 OK， 那之后呢，我们呢就要把它贴在空格里。好，大个的格子是贴图片的，小个的格子呢是贴答案的。那小朋友们呢就把它贴进去。好，剩下的另外三个小朋友们都是自己做，自己把它贴进去。 OK， 那这个你们在学校有常常做，所以你们都已经会了。好，谢谢小朋友，拜拜。